大家早上好，我是来自高燕爱尔法幼儿园的 Teacher An。好的，在上一堂课呢，老师教了你四个生字、四个生词和四个句子。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做复习。回，回，回，回来，妈妈回来了。多，多，多，很多，水里有很多小鱼。少，少，少，多少，山上有多少只羊。问，问，问，问好，小鸟在向我问好。早，早，早，早上，妈妈早上去上班了。八，八，八，尾巴，小羊有一个小尾巴。父，父，父，父亲，王子的父亲是国王。公，公，公，工人，工厂里有很多工人。力，力，力，力气，爸爸力气很大。不，不，不，不会，我不会开车。